这个龙都很神奇，配什么歌都来，就这么神奇。工棚、吉祥棚都有音响。第一年打比赛就斩获惠仁的四冠歌王总冠军，正如鹏飞的歌王四，你们知道是哪位大咖吗？兄弟们，咱们今天去拜访一位陕西的神秘强豪啊，起棚两年时间啊，赢总超过5000万，第一年比赛就在吉祥棚、工棚啊飞了很多的高位。咱们今天就来到了荣威歌业张总家里面啊。咱们那个歌当时然后先洗，然后再经过烘干风收毒，天天如此哦，天天如此，每天都如此。这个就是科学化养殖，真的、哦、是张总家这个科学化养殖。这是荣威歌业第一股红啊，龙头张总重金在华丰引进的。你看这鸽子老当力壮，2014年的鸽子活力相依然啊，刚引进啊就创造了今年的惠农的神话，惠农的超级神鸟，肌肉还特别，肉还是粉的，嗯，肉还是粉，养的也好。啊，兄弟们，这一只鸽子啊，就是荣威歌业张总家里面的第一种熊龙头，他的父亲啊就是奥林匹克迪尔斯侄子，他的母亲就是迪卡普利奥的侄女，这两个配在一起做出了他今年直接做出惠仁的四冠歌王冠军、双冠歌王冠军、三冠歌王冠军，而且第一冠的亚军、第二冠的季军，超级神鸟，冠冠都在前面。今年正如鹏飞啊，三冠歌王的四名，今年就是张总第一年比赛啊，就取得这样的辉煌的成绩，只能说第一年比赛，这鸽子就是张总啊，180个 W 啊，从华丰引入本舍啊。你看这个2014年的鸽子，我靠，还这种活力，这个鸽子就很明显啊。一抓在手里面，它这个腿是往后蹬的，就是这样的鸽子。这只鸽子一上手就是很明显能够感觉到啊，特别轻啊，骨架硬，感觉不到它的重量，抓在手里面这个鸽子。2014年啊，17648875。今年惠仁的四冠歌王总冠军就是他的孙代。这个是今年惠能的神奇小鸟，枪子厚度特别好，猛击特别好，高枪特别的优秀。但是我觉得这一只比他同窝还是差一点事儿。他同窝也飞了，同窝是荣威的花鸟，一窝双雌，那个雌鸽的厚度比他还厚，还厚，还要厚。那只鸽子相当的高，更高级。对，翅膀活力比这只还要好。这个鸽子是第一关的亚军啊。第二关的3米，第三关的27，最后一关的60，没有出过两位数啊！神鸟，这应该是惠仁有史以来的第一神鸟，最神的一只鸟，关关都在前面，而且不同的方向。对、啊，来兄弟们，这一只鸽子啊，今年惠仁啊四冠歌王总冠军，第一关的亚军，第二关的季军，就是关关都在前面，不同的方向，不同的分数，都在前面，这就是龙头的孙代啊。特别聪明啊，这个是真的很聪明。这只鸽子啊，一上手就是这种特别仗手，肉特别好啊，一个高腔的鸽子，中高腔的鸽子，又硬，骨架也硬，这个哇！来给你们看肌肉，真的，这个太漂亮了，只能说它很漂亮，没有一点缺陷的，任何地方，无论肌肉、骨架，各个体。2023啊 ，D002630。这个是荣耀的大侠，高低分数都能飞，那个是高分数飞的，这个是低分。当天就来了21只鸽子，这个是今年神鸟的同窝啊，荣耀的特比环的。第三关灭关了啊，他是第一关的81，第二关的5名，第三关的16名，三关综合的8名。那这一只鸽子跟惠仁总冠军是一窝，两双雌，但是我觉得这一只比那一只更优秀一些。你看厚度，比那只还厚，肌肉更饱满一些，相当于说一窝鸽子啊，哪都飞。那兄弟们，这一只鸽子啊，就是今年惠仁啊四冠歌王总冠军的同窝，就是一窝都飞。
这个子。这比关键还好。特别生气那天下大雨，当天回来23个鸽子，这鸽子是16，高分速也飞，低分速飞16秒。这一只鸽子啊，刚刚魏总说这只鸽子比那个惠仁的鸽王总冠军还要高级，那个要值160，这个就值200。这个鸽子抓的手里面就是比那只鸽子骨架更硬，肉更好，就是内力更足。你看，它的劲头更足，比刚才那只鸽子，它就是这种浑身的这种力量啊，特别足。真的这个子。魏总，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那个是听说是你配的队啊？我配对这个东西还真鸽子好配对没用啊，配对有啥用？第一个是鸽子好吗？第二个是配对嘛？配对是怎么去考虑它配对的？这个鸽子的特色，你拉开膀子，基本上这种边条长的鸽子特别少有。边条长，对，就是第一根。第一根，对，一般的鸽子都是第二根，第一根短。一个是这个，还有就是肌肉跟夹子。我配对就讲究的是家族，这个是龙头配的是奶酪配盖比，父亲是奶酪配的盖比。你配这类鸽子的时候，有没有去考虑它的这种快呀稳定性？我不考虑，我就感觉这鸽子家族好，结构好，能飞就行，不讲究。鸽子它是好的家族，好的血统，它在哪儿都能赢。对，龙头人在以前在安徽也飞啊，到了西安不是赵飞，这个相当于也是孙悟空配奶酪，父亲是奶酪配盖比。母亲是孙悟空，奶酪的鸽子溶血性好，肌肉好，羽质好，加上了孙悟空跟利奥的快。现在的国内的一些名家的什么开创冠军呀，都孙悟空，这咱不透露，别人呢不愿意透露的，咱不能乱说。说对，包括羊，奥林匹克003，什么小灰号，威廉迪波恩的那些上代的那些老鸽子，小灰号，再往上说一点的哈森杜普斯。他也是说